抹上油了。爸爸棒不棒？这韭菜吃不及了呀，有点。吃不及，这要搁搁搁出去了两三年，我会几回包子。哎哎，这出不去了，换不成包子了。换不成。不会，你抢韭菜的，抢家的。老头子，那种的菜。你个呀，啥活哟？看着那种。出来。不好，赶紧出来。这几年嘞，这就把搁这块挪过来。他搞破坏，看来呀。嗯。给家成麻牌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出去了，这大闺女。这个麻牌不行。我小的时候也是成天说我是啥。也是啊。扶住你了。嗯，好，跟这儿吧。你人家爸的汗丝儿不是小苗头。爸想偷气。爸想偷气。哎呀，偷气了又。满满的一盆面。好，那多了该一人抹了。好。韭菜我都处理了，脚还翘不来都不得意。他们不得意吃韭菜包子。你又给他弄点那咸鸡儿。咸鸡儿吃了点吃韭菜包子。都不得意吃的东西就会留给我。那你不得意也得得，这回。我这韭菜处理不了，反正可惜了。嗯，不得不说你这面弄的到位吧，到位的很。香不香？香。奶奶做的饭好吃，妈妈做的饭好吃。妈妈奶奶。只能选择一个。妈妈奶奶加起来不是一个。那不是一个，妈妈是妈妈，奶奶是奶奶。中。嗯，包好了。嗯，放锅盘上吧。蒸蒸，你吃了这个啊。别让老总的包了，再再加一个吧，太大了。咦，你加油都记住了。咦，恁俩包的包子，我跟你说，真的粗糙的很。我也不是说的。常远说，小茅屋赛过金銮殿，粗糙淡饭也香甜。嗯，那的，你这听见闺女的评价都是冷哼，你看人家包这一碗。要包的大，要包的小。恁俩怪会说过来，恁俩包，你包的老好看。这花卷给包子比着大五间小屋啊。是不是锅烧干了呀？我天天水也不少啊，你拖。来来来来，赶紧。是我这火扑太厉害了。给我端。端搁这赶紧。好。咦咦。有汗。烧干了。咦。掐锅掐锅掐锅。弄不动啥火，你就火烧化了吧。就还有还有还有，赶紧端下来，赶紧端下来火。为啥我叫你偷给你？烂了，锅烂了了，锅烂了了，来了了，赶紧弄下来。啊、你没看到火星？来了，你还弄下来？还弄了。烂了。烂了，滴水里边，地下流开了，流开了，都跟顶上都看见了崩口了。滴水，烂了。咦，这一锅馍单价不小啊！你给我买个锅，我下一次。中，买。你看太厉害了。我说我的闻着啥味儿不一样？你看这，闻着都不对劲了，呲。我吃下一锅。你还吃下一锅，就这一锅，锅都没了，你还吃下一锅的？弄过来配配。
这日子吧，很小的年龄。呀，别小个，什么目标？烧火的标。王小姐，菜锅一条卤里头。我吃包子卤面。卤面啊。吃包子卤面。你的小包子呀，你，你的小包子没事。看吧，你的小包子，卤不毁了，火毁了，包子没毁，包子放焦。你看这还得翻过来呢。孩儿，能把这火烧的行不行？行是白行，操心我，我都扛不住。你这孩儿说的，我都扛不住。火太大了。好吧，我负主要责任。你烧火的频率真高，也不洗抹布了，也不刷锅了，多得一次性都是。老可笑我一个。你抹不了。